欢迎收听这一集的疯女人聊天室。没错，如同标题所见，我们要来聊鸟事了。什么？对啊，聊鸟事，聊鸟事，又是鸟事，吓我一跳，我以为是一些性平的那个主题。不是，哎，我听错吗？而且重点是要聊千年难得一遇的，就是说这个几率发生率很低，非常低。OK，uh-huh. 会有这集的主题，我要感谢我们那个我们家助理洪勋，就 Henry， 因为他前阵子骑车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很难发生，很难发生。我觉得这人生要发生几率真的低头不可能，因为这个事情听起来很像一些 Modern Family， 就是一些喜剧会发生的事情。不得不说，喜剧的剧情很多都会是千年难得一遇。对，就类似这种啊。因为那天 Harry 他就是骑车嘛，他都是骑车上下班的。然后他说他有一天呢，就骑车的时候在停红灯的时候，他就转头看到他旁边一个潮男。他其实只是看到潮男很有型，他想说通常他停下来看到穿着 style 很有型、哦，因为他在乎穿搭。对，他是一个喜欢穿搭的，他会想看一下。他就这样往旁边瞄了一眼以后，然后那个潮男突然一个很大动作，这样子，突然这样子，然后他就想说，通常骑车。停就是停红灯，然后或者这么大的动作，他就已经意识到说完蛋了，完蛋了，该不会是有蟑螂还是老鼠吧？哦、然后结果他、大家都有这个意识、哦。然后结果那个潮男他就这样抬头看那个潮男，然后那个潮男就这样看他，然后就这样欸，就指他这样。然后结果我们家 Harry 看到的时候，那只老鼠从他的裤管钻进老鼠从他的裤管钻到他的身体里，然后再钻到他的衣服里，然后他就赶快停车到路边。你说钻到 Harry 的身上，而他自己没发现，不是他有发现，可是已经来不及，因为他已经钻进来了。我的意思就是潮男先发现了，潮男看到要钻进去，因为很快。欸、你拜托老鼠多快、啊、太快了，而且很小的老鼠。然后因为潮男先被那只老鼠吓到了，他动作很大嘛，然后动作很大的时候 ，Harry 才转过去想说是怎样的时候，那只老鼠已经钻到他裤管里，而且他裤管到底是有多宽？他那天就是穿宽裤，我觉得他马上穿宽裤，对，仿佛是一条辛亥隧道，可以直接通到底。而且他那天也没系皮带，所以那只老鼠就这样从他的裤管，所以他也路过小巨蛋。救命！还有路过小巨蛋喽，应该千年难得一遇的鸟事，原来真的是鸟事啊！跨过鸟事，他就立刻停到路边，然后用神明的力量把它抖出来，然后就一直在路边抖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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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他想尽办法把那只老鼠从他身上抖出来。哎，你赶快把衣服捞起来，他从衣服就可以直接出来。有啊，他就是一直想，因为他不知道在哪，老鼠到底在哪，已经在他身体里，但是他感受得到有东西在他身体里痒痒的在爬。所以他其实 actually、oh. 他也没有看清那只老鼠的真面目，因为太快了，太快了，又太黑了、oh、因为是晚上，但是他真的就是感觉东西在他身体里跑，所以他就一直乱抖一通这样，然后让那只老鼠出去这样子。然后他说他回去就是洗了三次澡，一定是要消毒的。老鼠真的有点太可怕，老鼠比蟑螂还可怕。我一直在想说到底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我就说你不是编的吧，就是很像沈玉玲讲的，听起来蛮像沈玉玲的。我到这今天所有故事听起来都像沈玉玲。沈玉玲讲故事，为证清白，他得要去把潮男找出来。这是怎么？如果那位潮男，你有听到我们这节节目，请来告诉我们，你就是当天的目击者。我真的就是他把老鼠吓到洪勋那边去的。我真的快吓疯，笑疯！他说怎么可怕？哎、欸，那我问你们两个、啊，如果今天你们也遇到这件事情，他、是老鼠或是是蟑螂，哪一个你更不能接受？就是一定会发生一件，那你宁愿它是老鼠，还是宁愿它是蟑螂？我宁愿它是蟑螂啊！我宁愿它，因为你不怕蟑螂啊！我也宁愿、要这样讲也是，可是没有，因为老鼠真的太可怕。我也宁愿，而且如果我在那个抖的过程，我不小心把老鼠打死，那个血肉我是无法接受的啊！我居然宁愿它是老鼠、欸，因为我就幻想它是松鼠好了，然后我是公主。那蟑螂你为什么？可是我觉得蟑螂好像还好。对啊，蟑螂你就幻想它是金龟子不就好了？你好会幻想，不是你都可以幻想老鼠是松鼠。可是我觉得蟑螂也很丰富、啊，蟑螂的脚毛毛的好像比较痒、欸。那我跟你们说，因为我昨天老鼠才痒吧，那么多毛。你知道我昨天尾巴超长，因为我昨天去九份玩，然后九份不是有一个阿甘姨的那个芋圆汤，然后阿甘姨的店呢内用就是非常多人，所以会有很多人他是外带，但是就坐在阿甘姨外面有一个那个长长的楼梯通往国小这样子。哦、对。然后呢，大家就都坐在那边。然后因为我昨天我不知道这个蟑螂是不是九份特有的。我停好车的时候，就一开始还没到阿甘姨那的时候，我停好车看到地上有一只长得很奇怪的蟑螂，可它已经死了，所以我就也没注意、我就是想说，哎、欸，有奇怪的蟑螂这样。然后后来呢，到阿甘姨那里的时候，
然后我朋友就站在旁边就低头看，就说哎，因为我朋友不怕蟑螂，他就说哎，是你刚刚看到那种奇怪蟑螂哎。然后我就蹲下来近距离想要观察它，因为它真的长得太奇怪了，它不是我们一般的蟑螂，对，它不是 normal 的蟑螂。我就蹲下来很认真的看它，然后因为我实在看得太认真了，导致旁边的人也想要想说到底在看什么可他们在吃肉而已，对，就那个人一往下看着，哦，被蟑螂吓到弹起来，他就从他本来坐着吃藕衣，然后就哇，然后就整个人弹到旁边去，藕衣不会还飞掉吧？对，好，只是一个题外话，掰了位，掰了位，提到蟑螂，就是因为 Henry 他发生了这件事，让我们来想说，可不可以就是征集一下投稿，看大家会不会也遇到非常 drama 的，就是难得一遇的鸟事。那有比 Henry 更 drama？ 哎 ，Henry 自己还贡献了第二个，还有第二个，他人生这次也是有 drama 体质，他就立刻贡献了第二个，说，哎，那。那我还有一个，我之前啊，曾经在某知名服饰品牌，真的是很知名的服饰品牌， oh, okay. 他们的那个衣杆就有时候会挂在比较靠门口的地方，这样子。嗯、然后他就在那里试穿一件外套，直接想说拿起来套这样子。然后于是他就把那件外套这样拿起来一套以后，就是有一只蟑螂从他袖子里面跑出来。No！ 然后他就哇哇哇，然后立刻把他甩。人生怎么都跟蟑螂还有老鼠脱不了关系啊，小动物。然后他就说：“哎、欸，我在店里穿衣服，人家新的衣服里面也可以有蟑螂。”所以大家以后拿起衣服可能还要先甩一下。好可怕。嗯，这是他贡献的第二个故事。我觉得这两个已经很厉害了，还有比他厉害的吗？嗯，我觉得大家今天可以来评断一下，因为我是收到很多不同类型的投稿。你说每个投稿看完你都会觉得啊，千年一遇啊，就是会想说好衰而且风格很多变，这样好期待哦！今天这集我最期待了。那因为我们这个 Henry 呢，毕竟他是从小动物开始的嘛，所以我们其实也收集了很多小动物特辑，又分类了。对，你真的分类王、欸。我们是不是 Open 又要叫大家吃饭不要听啊？他这集会不会有不能吃饭听的？因为我们那个我们那个光怪陆离怪事那一期又被大家骂了，我们这好容易被骂。而且重点是我们有下标语啦，但可能开头来不及讲，之后写在文章。那我只能说，好，那我觉得大家还是小心，就是先不要吃饭，然后边听边决定要不要吃好了。现在老鼠蟑螂是可以听的吧？对啊，那大家已经听到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接下来也是一个有关老鼠的故事。好，就是他也是下班的时候尖峰时间，然后骑机车停红灯，结果他就斜眼看到有一只老鼠。也停在他的旁边，那因为停红灯，停红灯，然后就井水不犯河水嘛，然后下一秒绿灯了，没想到他直接目睹这个老鼠被汽车碾过，然后变鼠病啊，他差点不能听啦，你先金鱼吧，那我们 rewind 30秒前，哎，我们现在要下金鱼，那我会分享这个故事呢，是因为我觉得他一个玩谐音梗，我个人非常喜欢，就因为鼠病，对。哦，好恶哦！我觉得这个、哦、很有画面，是不是？我跟你讲了，鼠叫叫。那目睹老鼠变鼠饼，还是老鼠钻到你身体里？当然是目睹老鼠变鼠饼啊、哦！因为没有知，因为又没有影响到我，只是我就会替他阿弥陀佛。那我也看过，可是我也看过鼠饼啊，只是我没有。你没有目睹那个 moment 啊，因为那个 moment 太难。我人生遇到就是开车的时候真的大崩溃，其中一件事就是我看到猫咪被撞。哦、可是我无能为力，你知道，而且我还是在开车载着主管的路上，然后我们要赶去下一间店，然后我还在那边尖叫、哦、然后主管就说你冷静一点啦，工作不要那么不专业，这样子，所以我就只能边哭边开车然后就边开车然后边咒骂我主管想说这个冷血女人、啊、总有一天你会跟那只猫友一样下场好抓吗？因为讲千年难得一遇，其实我有一个故事，可这故事也是偏可怕、嗯、但就是跟薯饼差不多可怕。嗯，好，那大家就自己斟酌，我尽量讲的不可怕。反正就是我有一个叔叔，他有恐血症。Okay, 他看到血他就会几乎嘴唇发白那 种只要看到比较多血他就会嘴唇发白、原因是他小时候跟他哥哥去山上玩、哦、天哪天哪，然后就在打雷，然后他们就想说要躲雨，然后他哥就说去树下躲雨，他说不可能，天哪，树下躲雨一定会被雷打到，他哥说怎么可能会被雷打到，然后他哥就跑去树下躲雨，然后他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去躲雨的时候，这时候天空劈下一道雷，劈到那棵树，还好是鱼雷打到他哥哥，没有死掉，先跟大家讲 okay, okay. 没有死掉、oh, 但他哥全身血肉模糊在他面前、oh, 然后他应该是要跑去求救，但他整个人昏倒，这还好醒来的时候可能路有其他人看到这样子，所以就救了他哥哥一命，这样子。那个谁啊，
柯震东啊，月老，但柯震东死了。但因为月老那个他是比较像直接被劈到，对了，但因为他这个是先劈到很高的树，然后树的雷倒下来的打到他这样子。天哪，这个是我听到，因为这个故事呢，就是以前大家不都会说什么中乐透的几率比被雷劈到还要低，然后那个叔叔就讲了这个故事给我们听。Oh my god， 这才是他就说，人被劈到雷是真的哟，这才是千年难得，这超恐怖鸟事哎，这个已经是差点丧命的事，真的。好，所以在这边告诉大家，下雨天如果打雷，千万不要躲在树下，太危险了。那宁可空旷，宁可空旷，因为淋雨是不会倒到你身上的，被下宁可下雨，宁可淋湿也不要在树下。对对对，哦，也是一个警示预言。好，真的，天哪，你讲下一个显得好戏虐哦。因为下一个是一个玩电脑的经验，他说他玩电脑玩到一半，一只会飞的蟑螂直接停在刚好我要按的键盘上的啵字，直接压死他，我快疯了。可能玩游戏吧，然后按到啵，刚好一个蟑螂就飞到他手上，就把他压死了，蟑死了，蟑死了，好蟑好蟑，蟑到不行，就是这么刚好飞到他的。这是什么谐音梗？我最近好喜欢哦，我最近的乐趣就是讲这个。只能说谐音梗也算是不败。你知道我前几天经过我们家一间店，然后想说，海苔饭卷呢？然后就一抬头看，他的招牌写脆苔青，很脆的海苔。我说这太好笑了。我很喜欢谐音梗，我以前觉得谐音梗很瞎，因为台中有一个建案叫做树和苑，树和苑，我好想买哦，树林的树林的树，然后和苑这样，而且因为它的字体很漂亮，然后因为我们都是开车，因为那栋楼盖得蛮美，然后真的整栋楼都是树这样子，那你开开你就想，哇，这栋楼很美，叫做树和苑。我之前去一间餐厅吃饭，然后就说，请问你们有湿纸巾吗？然后说有，我们有买一包这个湿纸巾。然后我打开看，它上面的品名是舒主巾，舒服的舒，主人的主，这样子。舒主巾好像是个台湾品牌。我脸要抽筋。我觉得谐音梗其实，如果谐音梗有中的话，也是千年一遇的才华啦。还是说谐音梗之后甚至变成一集好了？不是，因为台湾人真的非常喜欢谐音梗，主要是中文博大精深，已经有人就笑到下颚在痛。树和苑，我觉得树和苑，而且我如果买树和苑，我一定会跟我朋友说，你要不要来我家？我住树和苑。我下一次要买树和苑。我们下次开放投稿，你们先准备起来，这最厉害，最幽默。开放投稿，对，我们开放投稿那个最好笑谐音梗，这些谐音梗像信达雅都有，很幽默。好，继续，我们可以继续。OK， 好，抱歉，我们那个小动物特辑还没有结束哈。他就是鼻子常常过敏，所以他就是身上都会带着卫生纸。然后他大学有一次上课的时候，就是因为不同的课都要去不同的教室嘛，然后他就去某一间教室上课。然后因为他当下很想要睡觉，他就上课偷睡觉，这样就一个昏昏沉沉的状态。然后结果他昏睡到一半的时候，因为又过敏，突然想擤鼻涕，他就起来，然后想说，哦，桌上的卫生纸应该是他的，他就拿来擤这样子。结果一用呢，他就想说，为什么闻到一个怪怪的味道？结果一看，里面包了一只蟑螂。怎么会在桌上？他瞬间吓醒，他想说，我刚刚居然闻了蟑螂的体味啊。对，然后他事后就想说，那应该是前一堂课人留下来的。谁要害本宫？是谁包了死蟑螂还放在桌上？好没品，蟑死了。OK， 没错。而且他上一堂课的位置上有卫生纸，可是留下垃圾。可是留下垃圾怎么拿来擤鼻涕啊？因为他就在睡觉，对，而且因为刚好是卫生纸，比较惊讶是他去上课，他坐下来怎么没有先把桌上的垃圾丢掉？对啊，我一定会丢掉，他可能立刻趴下来睡觉。对，我只能说真的是很衰，刚好里面是大蟑螂。好，然后再来呢，我们这个动物区就先到这边，因为再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区，其实蛮多人投稿这类的故事，就是所谓的天外飞来横祸，非常实际，就是天外飞来横祸，说例如被东西 K 到这种之类的，可是就是很多是有比较 drama 的。那我们从一个也是延伸，也是一个动物引发的天外飞来横祸，这一个可能会有点小恶心，所以大家先放下有在吃的东西。Oh my god， 他会不会听完也吃不下了？那对不起，这集就是不要吃饭，这集不要吃饭听了，我想减肥。
谁的人就多听几次。那这个第一个天外飞来横祸呢，他是说他有一天就是手勾着包包走在路上，然后大家可以想象他是手心朝上，因为他就是勾在自己的胸口前，手提包，然后手心朝上，这样像服务生端盘子一样的姿势，然后结果走出去呢，直接接到一坨鸟屎。你说在手上直接接到一坨鸟屎，没错，因为我觉得这次投稿其实蛮多人投有关鸟屎的方面，被滴到或什么之类的。可是我也被鸟屎滴过啊。但是我觉得他很厉害，是他刚好你们只是被鸟屎滴过，我的车可是被鸟屎集体滴过的。你那是鸟屎暴雨，我太大的车，一整个班一整个班级的鸟屎，拉肚子，拉肚子在你车上。而且你知道我多倒霉吗？我跟鸟屎真的脱不了关系。我们对面邻居老先生前一阵的兴趣是喂麻雀，他在他们家门口喂麻雀，然后麻雀们呢在他们家吃饱喝足以后，就会飞到对面，也就是我家的栏杆上休息，所以我们家的机车就会疯狂的被鸟屎喷到。然后有一次他该要出门的时候，他正要牵车的时候，也是鸟屎是噗的这样掉下来，好气哦！鸟真的很爱，因为鸟没有那个过约机，所以他就是有了就会放出来，有了就会放哦。因为我是随机炸弹，长知识。我朋友有养鸭子，就是那个呱呱那个鸭子，然后他随时都要穿尿布哦，因为鸭子说噗就噗，他完全没有任何预兆。他就会噗就噗这样，所以那个鸭子会随时穿着一个尿布这样。OK， 所以你们可以搜寻有专门为，就如果你要鸭子做的尿布，对，如果你要养家禽类的那个宠物呢，其实是有专门为他们设计的尿布哦。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很想养鸭子，鸭子很可爱啊。他这个有个小延伸，他说他以为是鸟屎运，他就去买了刮刮乐，结果也没有中，赔了手掌又损失100块，这是他的 ending。 好，然后下一个呢也是天外飞来横祸，就是他说他有一次呢就是穿新裙子要出门，然后他一坐上男友的机车呢，结果天上掉下来一撮火苗，直接烧破他的裙子好几个洞，还被烫到。火苗，火苗怎么从天上掉下来？我就想说发生什么事，怎么可能火，他就说好像可能是上面的，不知道是拜拜还是抽烟之类的，反正就是上面有东西哦，烟蒂，大家没看到烟蒂，还是有拜拜啦，拜拜烧那个金钻之类，可能有火苗，这是他推测的啦。他裙子被烧了一个洞，嗯，而且还是说是好几个洞，我只能说就是很衰，天外飞来横祸，他真的倒霉到顶。对呀，可是大楼阳台是不是不可以烧纸钱？照理说、就是、是不是不可以、啊？他可能在那个屋顶烧吧，但是也不行、啊，天台也不行，背景不确定他是在都市或在乡下或者在哪里、哦，所以可能有些没那么严格，不确定。感觉为什么天上掉下来一定不可能多低啊？而且因为火苗就也很难估计到底是什么东西，好危险，就是蛮危险，大家就是要小心。我觉得今天的听下来可能有时候也会给人家一些警示预言，出门在外要小心一下，要小心。 对，例如说，可是我们要到底怎么小心天外飞来的？请问一下，我只能说我要怎么小心天上飞来的火苗？我跟你讲，我们可能平常要训练一些反应力。下一个人他是骑车骑到一半，突然远方有一个纸板飞过来、啊、他一手就把它接住。然后他一路单手骑到红灯，才默默把纸板放在路边。是很厉害，他是武林高手、欸、他说不定可以开发骑车吃便当的功能。也是变成一个奇人异事。而且纸板呢、欸、纸板怎么接啊？我也是很佩服他，就刚好因为塑胶带什么，因为正常来讲就是闪过而已，不会他是接住，所以我只能说大家出门在外就是要训练一些反应力之类的、欸、可是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因为我毕竟也是比较怕事的人、嗯、然后因为前阵子不是有一些新闻事件，就是从那个大楼会有东西掉下来这样子、嗯、其实我从好几年前，我只要经过那个看起来有点老旧的大楼、嗯、我都会往上看着走。你说怕瓷砖？对，我很怕就是有东西掉下来，瓷砖或者是一些更巨的东西。我懂你意思，很可怕的，很可怕。所以我只要看到那个大楼不是很行，我就会走过去的时候，我就会开始仰天看着那个大楼，然后开始快步走，快步走，快、嗯、很快步走。其实要欸，其实要，因为我后来真的都会那，或者是尽量走七楼这样。七楼，我看到那种比较旧的大楼，我就现在都很害怕，哦、或者走 我都用跑，或走超快这样子。我希望大家还是也是要小心啦，还是看一下，因为真的天外飞来很火。因为像在台北市，尤其台北市就是很多老旧公寓都会有那个大概二三楼的地方会架一个那个网子，那个就是用来就表示这栋大楼瓷砖在掉、啊、在掉落、嗯、所以他们才会装那个。然后因为上次我跟阿盖就是走在路上，阿盖就问我说，姐啊，那个网子是干嘛的啊？因为我在想说，如果要从楼上跳下来，那个网子应该接不住吧。我说那是接瓷砖，瓷砖的啦。想说应该不会有大楼预设有住户要掉下来吧？哎、啊欸，那我跟你们讲过吗？
我之前买的那个第一个社区有苹果掉下来，然后砸破了那个，就是不知道哪一楼的人把苹果丢下来，然后就把那个遮雨棚，管理室前面的遮雨棚砸破，管委会非常的生气，就拍照然后印出来，然后贴在电梯，就写说不知道哪一楼的住户请不要把苹果从上面丢下来，然后就是那个社区的遮雨棚被砸坏了，花了多少多少多少钱这样子。可是会不会他不是故意的？因为完整的苹果一颗苹果他就不小心，可是那个苹果如果砸到人不得了哎、欸，对啊，因为很高那个重力加速度就会很，因为我那个社区有二十几楼，是砸下来。因为我们想到我们当初松江路那个房子会拉皮，就是因为瓷砖掉了砸到抽烟的人啊。啊，对，那个后面的时候还有不知道哎、欸，但因为我们那是主办嘛，然后就是蛮多办公室上班的人会在后巷会在后巷抽烟，然后就刚好那个瓷砖掉落砸到那个后巷抽烟的人，所以他们才开始紧急拉皮这样。天外飞来横祸，所以大家还是小心啦。下一个还有一个是小动物的，只是因为它是天外飞来横祸，我想说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也是骑车。我发现因为台湾可能大部分人都会骑车，所以很多骑车的投稿。这个呢也是骑车骑到一半，他是突然看到他的前方有一只老鼠从天而降砸到前面的骑士。然后他推测可能是老鹰抓的，然后结果掉下来。老鹰抓的，不是因为就是从天而降、哦、因为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让老鼠跳。对，然后他想说可能是有飞禽、禽鸟类，可能抓猎物抓到一半松手。我要是那个骑士，然后他啊这样子。然后重点是他就看到前面那个人就是被砸到之后，然后很用力的把那个老鼠甩走这样子，所以他永远记得这一个。好可怕、哦！数到了，我只能说对他跟对前面那个人都是千年难得一遇的事情。对，因为可以募集这个 moment 也是很不可能。因为说到骑车，我那天看到一个 reels，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最近蛮红的一个 reels，、嗯、就是一个机车骑士他在骑机车，骑一骑突然看到前方车子发生车祸、嗯，然后那台汽车是汽车哦，他就咻，然后就往他这个方向飞过来，然后他下意识的一个闪躲，然后他人就有点闪躲，然后刚好摔下车，结果他一摔下车，那台汽车居然刚好就。砰降落在他的机车上，所以他的机车就没有倒，然后就变成千斤顶顶住了那台机车。哈，这是千年难得一遇，但机车骑士没事，没事，因为他刚好就摔落在地上、哦、然后因为可能因为他的机车也算救了他，因为他的机车挡住了那台车，所以机车也没倒，车子也没压到他，所以他人就在地上。而、哦、且你没看过这 reels？ 没有。好，那如果有看过这 reels 的，麻烦转给我们，因为我有点找不到。但反正他就是真的是一瞬间这样，嗯，噗砰。所以他是他的那个行车记录器，行车他的安全帽有带行车记录器。Oh、天哪！大家其实我都不敢看，我都不敢看行车记录器，因为有些是很可怕，很可怕因为这个偏幽默。哎、欸，但如果天外飞来横祸，我突然想到骑车事件。你的可是我觉得就很小的事，因为毕竟 Henry 那个老鼠事件让我就觉得我也没什么好投稿的。但如果这样讲，我以前骑车的时候曾经就是因为就是速度很快，然后就眼睛就飞进一只蚊子，然后就把它夹死了。我就半失明这样，然后我就因为很痛你知道吗，然后他就在我眼睛里，然后我就啊，然后夹到，然后夹到他就死掉了，就在我里面，然后我就啊，然后就一直尖叫，一直尖叫，往路边靠。那我有一个跟蚊子有关的，但我这个比较算是蛮厉害的，我这个比较是五年难得一遇。就是我昨天到九份，然后九份有那个，而且是昨天，就是九份不是有那个雾气，然后你们知道雾气有一个香味，有一个清新的那个森林味。嗯、我一下车我就这样，然后就吸到一只蚊子。然后我觉得，啊，哇，你吸很大力，那个气流跟他的蚊子差不多，他死了吗？我都死了吧，I don't know。哎呦，哎、欸，我回去亲那个蚊子，在我眼睛里尸体还亲很久、欸，哎 ，Oh my God， 因为他就是那个粉身碎骨在我，对啊，粉身碎骨在我眼睛，而且我就独眼龙骑回去、欸，哎、oh ，我还独眼龙，我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骑回去。我突然觉得以前机车前面都会加一个很大的玻璃塑胶板，那个板子是有用的。对，因为真的太多东西，因为会飞过来啊。我跟你讲，下面有一个也是，他说骑车在路上想说啊，才骑小段而已，他都不戴口罩了。结果前面一位骑士边抽烟边骑车弹烟灰，烟灰直接弹到他嘴巴里面。骑车吃到烟灰，你说气不气？哇，我真的会生气耶！气耶！我就会把烟灰含成口水吐回去。吐成痰，互相攻击、欸。如果有人弹烟灰弹到你的嘴里，你不会吐回去？很气耶，吐回去很先骂他一下，那個欸、就骂他一下，骂他。本集节目由台湾在地家居品牌响窝 The Cave 赞助播出。
想要提升更好的睡眠品质吗？那势必要拥有一张好床。享窝 The Cave 是在台湾在地的家居品牌，以寝具作为出发点，严选环境友善用材，搭配 MIT 职人手工制床技术，诞生一款躺过就回不去的享窝床垫。享窝床垫针对台湾亚热带气候以及使用习惯设计研发，透过黄金比例调配出了同时满足支撑力以及包覆力的超舒适躺感，躺上去之后让你一觉到天亮变成日常。而且享窝还提供贴心的多项服务，可以试睡100晚，免费回收旧床垫，免运费等等哦。另外，享窝在北中南都有试躺据点，欢迎去试躺看看，或许就能顺利找到你的命定床垫。现在加入享窝官方 LINE 账号，还享有首购优惠，相关资讯赶快点资讯栏连结去看看吧。哦，我以前骑车好爱扒人哦，我好没礼貌。好，今天骑车出乎我意料的好笑，没错，这样。大家的故事都蛮抓马的哦，因为还有一个骑车事件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人呢，他说他曾经大学的时期骑车骑到一半，突然看到觉得眼角好像有一个绿色影子从旁边窜过去，他吓到，就下一秒他的肩膀突然很痛，然后怎么了？停下来看到地上，才发现是一颗大芒果。而且是青芒果，没熟的很硬啊、哦！他被芒果砸，芒果砸。因为他说他们学校前面呢，马路是芒果树，然后因为平常真的没有看到人被砸到，想不到被砸到的是他。而且重点是呢，那个芒果砸到他之后也没有烂掉哦，继续在下坡滚滚滚，就是很像有生命的一样。然后他就说他把这件事发上限动，说：“哎、欸，我被芒果砸到哎、欸。”然后结果他同学还回答说：“哎、欸，我刚骑脚踏车经过，他还在滚呢、欸。”它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青芒果，砸完它以后一路滚滚滚，而且他们学校那个坡是有多长，滚太久了吧。然后我们其实还有除了骑车以外的天外飞来的横祸，就像这个人呢分享他国小的时候的经历。他说他国小呢上桌球课的时候呢，就打球，因为球都会掉到地上嘛，他就弯腰捡球，就他一弯腰捡球的时候呢，他的右耳突然被异物侵入的感觉，就塞住了。他说怎么回事，然后起身的时候呢，发现旁边的同学在挖鼻屎乱弹，哎呦，然后弹进他的耳朵里。哎呦，这个好恶、啊、对不起，就一个好，对不起，这个耳是那个同学很恶，对，因为居然那边乱弹鼻屎。哇，我一定会把耳屎再挖出来再丢回 去。重点是他也太衰了吧，弯腰就变成一个箭靶被弹进去。 好，然后还有再来这一个呢，我觉得在士林夜市的人可能要小心了。因为他说呢，他曾经在士林夜市排队买豪大大鸡排，结果被隔壁的印度甩饼甩到，整张饼甩到我的头上。因为隔壁有一家印度甩饼，而且有上新闻，那个甩饼都是要每一张饼都要飞到天空，飞到天空。他说老板失手直接飞到旁边的排队队。我说你也太衰了吧，那个印度烤饼的老板要请你吃鸡排耶、欸、那印度烤饼的老板到底要请你吃鸡排还是请你吃烤饼呢？他要排鸡排，当然要请他吃鸡排。跟你说我也有一个故事，是可是我很不爽，我去排烤鸭，草屯香福记烤鸭，我永远恨你。我在排队，我就是在队伍里排烤鸭，然后那个师傅就在剁鸭，然后我那天还穿着，因为那时候是过年，我还穿新的那个风衣外套，他就这样剁下去，然后那个刚好鸭子的那个脖子对着我，然后他一剁下去，那个鸭汁就这样啪冲喷在我身上。那个剁鸭的人就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就继续剁他的鸭。当然没事啊，他们完全没有人要理我、啊、你怎么没骂他？然后我就说不好意思，请问现在你们有卫生纸吗？骂了骂了，然后他们又看了我一眼，然后又继续做他们自己的事。不可能呢、欸！是我前面一个好心的女孩就拿她的卫生纸跟湿纸巾给我、啊、所以我永远恨她。就是一间偏没礼貌的事，没错。然后而且因为、啊、那这间店有发生一件，像算千年一遇吗？好，因为这件事有阴谋论，反正就是这间烤鸭它以前在 A 地点，但后来 A 地点因为要盖房子就搬到 B 地点，然后搬到 B 地点新开幕第二天晚上，突然有一台砂石车失控撞进他的店里，然后把他店里面所有东西全部都撞烂。因为他是重新开幕嘛，所以大家就想必隔天就在排队，就一去所有人全部傻眼。然后我跟我爸就路过，我就说哼，撞烂了那挺好呀，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一路就在诅咒他。你还真的诅咒成功。没错，好不好，只能说拍了我们堂镜啊。但我必须推荐大家，如果你们在草屯吃烤鸭，他们家真的没有比较好吃。有一家叫林福记，比他好吃100倍。如果你们傻傻去吃香福记，那你就是傻子。因为他们不止服务态度做得不好，他们鸭做得也不怎么样。好气哦。对，请草屯人不要再吃香福记，请吃林福记。然后再来下一个分类呢，就是有关于人，可能也是你的鸟
事的部分。例如说，接下来分享两个故事，有点像是马路三宝。他就说他有一天呢，就是开车变啊，结果变开车了。他说他开车，这怎么变开车？我们今天都围绕后面会有飞机吗？后面围绕这些交通工具。对，但是后面就会比较不一样的哈。那首先呢，就是说他有一天开车停红灯，那是完全没有坡度的，可是前面的车突然开始向后滑行，然后就吓到，他就疯狂的按喇叭都没用，但因为很慢嘛，就慢慢的往后滑行，就最后真的就倾到他，就是撞到一点点，然后撞到以后呢就开走了这样，非常奇怪，所以他就赶快追上去。但是后来呢，他追上去看到是超级老的阿公阿嬷坐在车上，哦，然后他们就是没拉手刹车，然后他们又踩不了低档，就往后滑。因为如果在坡道，然后他可能 maybe 如果打到 N 档，或是没有打到低档，然后他也没踩油门的话，然后手刹车又没拉，就往后滑。但是他在就是没有坡度的情况下，也会完全没有坡度，那他就打到 R 档。我们其实专业会开车，因为 R 档是倒车档。OK， 然后因为重点是他看到阿公阿妈想就算了，可是他就觉得很疑惑，为什么连喇叭都听不到还要出来开车吓人。我跟你说，有可能阿公阿妈的驾照已经过期了，因为其实，台湾是有规定年纪超过一个上限是不能驾照就会过期。我自己常在路上遇到三宝都是很年纪很大的人，所以你看嘛，好，今天真的发生这件事啊，他是一个老人，他行为能力可能也比较慢，你也不好意思怪他，他们就是不好意思怪他，可是他们就是违规啊，因为他们的驾照过期了，而且还撞到。对，可是因为就会有一派的比较年纪比较大的人，他们就会觉得为什么，就是其实你知道吧，我个人是主张驾照要可能重考吗？几年就考一次，甚至不是什么六七十岁，是十年就要考一次驾照。因为我觉得驾照重考这件事情其实就跟空服员他们要定期熟悉他们的航空业务是一样的意思吗？因为大家如果就是这个季，你自己想想看，你考驾照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对啊，对啊。而且我相信，如果你平常就是有好好的在开车、骑车的人，你重新考驾照对你来讲根本就不麻烦，就是根本就不怕。个人的一个小观点，这样對。所以大家其实出门就是也是要小心，因为可能鸟事就是别人可能是三宝，然后影响到你。对，因为像下一个，我觉得他也很衰，他就说他有一次在路上遇到车祸，然后结果他骨折倒在地上，造成车祸的。阿该也真的蛮衰的，阿该很常发生这件事。阿该这故事，阿该就是千年一遇的鸟事，而且好多事。没关系，你先讲这个。他跌倒也可以说是骨折哎。对，阿该也是很衰。然后这个人呢，他是车祸，然后骨折倒地，是因为有一个阿丧违规左转。然后有点吓到他这样子，结果没想到呢，那个违规左转阿丧反而没事嘛，然后他还走过来哦，看着他，然后就跟他说：“来，我们一起念心经就不痛了。”然后他当下痛个半死，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然后他还真的开始念心经。你说阿丧念心经？对，后续他就有去可能想要告他，或者是处理一些事情。但是中间因为发生一些警局的事，所以他很衰，就是好像现场的一些刹车痕，就是他们可能隔太久没有好好处理，所以有点判断不出来。他就是想要趁机呼吁大家，记得一定要保保险啊，第三人责任险啊，医疗险，还要装行车记录器，因为他就是没装，所以他可能没有照到那个阿丧，没有这个证据。因为有时候你很难举证对方违规啊。对，而且我觉得他这个很 detail， 我觉得蛮有用。他说，如果你车祸大面积擦伤，一定要用人工皮。因为他说他用纱布很容易粘黏，换伤口会痛死，很痛，而且你的伤口会高几率留下很大片的疤。你最好有这种伤口，你就是贴人工皮，然后它会一直吸组织液，你就让它吸饱、okay. 吸饱变痘痘贴那样，撕起来再换一个人工皮，它湿湿的是正常的，你只要做好消毒，然后就一直用人工皮。这里有一个出过，这里有一个出过重大车祸的人，好不好？我这边是专业的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不想要你的疤太明显，你就是要不厌其烦的使用人工皮。对，好，跟大家讲一下阿该千年难得一遇的那个车祸。阿该人生其实遇过几次千年难得一遇，他那天很自豪的跟我说：“姐，我的左手左脚右手右脚都有断过了。”我说：“哇，真不值得骄傲。”但是因为阿该他有去求神问卜啦，其实好像是有一些祖先跟他的过节，就是他的结论是这个啦，所以才会发生一些千年难得一遇的事情这样。所以也许如果你发生了千年难得一遇的衰事，你可以去庙里走走，或者去祷个告之类的这样。 OK， 对，因为阿该呢第一次是某一天天雨，我不知道有没有天雨路滑，反正他就骑那个 GoShare， 然后他骑很慢，他骑时速30，然后骑，突然就是有一个车子来还是怎样吓到他，反正他就是吓到，没有人撞到他，他也没撞到任何东西，吓到他跌倒，然后手去撞到排水沟就骨折了，而且是发生很严重的骨折，是手动不了的骨折这样。他是自己吓到，因为有一次又是自己吓到，就在浮游前面，他就骑浮游，不是巷子比较小嘛，然后他就骑一骑，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没在看路，反正突然有一台车往前一开，他又吓到，然后就往旁边倒，所以车子也没撞到他，因为吓到所以静止，然后就往旁边倒，然后就压到他的脚，
然后那个驾驶露出啊的表情，因为他很像被诈骗，很像碰瓷，对对对对 对，超像碰瓷。可是他的脚就压受伤，然后他最新的手指骨折是因为他在那个高铁走电扶梯，他用有点微跑步 ，OK， 然后他啪啪啪，他行李箱突然往后掉。那因为高铁那个电扶梯很长嘛，就往后掉，他怕那个行李箱掉下去会砸到人，所以他就往前要救他的电扶梯，然后一个踉跄，他的手就插到电扶梯里面去，然后就骨折了。他手被电扶梯夹住，插进去立刻拔出来，多倒霉，你知道他骨折的地方刚好在指甲那里，所以没有血肉模糊，没有血肉模糊， okay. 但就是刚好在那个位置是手术没有办法用钢板。就因为正常来讲，医生进去手术前，我告诉他说，我们会有一个处置，就是用钢板把那个骨头包起来，跟我的手一样。一般骨折都是这样处理，因为这样处理是伤口最小的。他说会这样帮你处理，不然呢，就是建议不处理。因为他说如果不处理，其实就是手没有办法全弯跟全直，其实对你的人生不会有过大的影响。哦，因为小拇指嘛。对，那最不好的处理方式呢，就是会用钢针。这个钢针就会产生开放性伤口，你们就幻想针灸，可是那个针是跟插咸酥鸡的那个一样粗，天哪，然后就插在你的手指上面，插六个礼拜，然后医生说这个是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做的事。好，阿该就进去全麻，一觉醒来手上插了一根钢针。为什么？是因为手术当下，因为医生最后判断就是要，我刚不是说很靠近指甲嘛，所以可能因为这样那个钢板就放不进去，所以最后只好使用下下策。但因为他当下人是昏迷的状态，所以他医生也不能跟他讨论，所以医生只能自己判断。一开始阿该很生气，我们一开始以为这是医疗纠纷啦。可是因为后来就是刚好我们的摄影师 Yolanda， 他以前是护理师，对， Yolanda 是很资深的护理师，然后 Yolanda 来就跟我们解释说，没有啦，其实这个不是医疗纠纷，这个是你们在那个签那个合约的，那个叫什么，就是手术同意，其实里面是有写说医生会以医生的判断为主，所以阿该才消气。反正详情大家可以自己去听闺蜜该叫他有讲这个。那确实千年难得一遇，阿该可以上榜，但是阿该这几个都笑不出来。对啊，好啦，只能请大家骑车小心，对，骑车真的要小心。对，然后还有人遇到就是这个别人出问题的部分，因为他说呢，他网购衣服寄到管理室，结果没想到保全没有注意，竟然让别的住户拿走他的包裹。但是住户更夸张，他没有确认姓名就拆封了那件衣服，甚至还下水洗。重点是呢，他事后就是，我觉得他可能也没有态度很 sorry， 因为他事后就只说，如果他介意的话，他可以付钱买下这件外套，但是那件外套已经是最后一件了，而且那件外套本身还是不太能下水洗，他的衣服就有点当被毁。对方这态度真的很过分。他有问他 why 吗？他就说以为是自己。他是没有问他 why， 因为他当下就是蛮不爽的这样子。而且重点是蛮不爽完之后呢，他就想说衣服，他就最后就拿回来，那个人还跟他说。哎、欸，你这件衣服真的很好看呢、欸，我也很喜欢。他更气，他想说，那不就还好，我有拿回来，不然就让你赚到了。这是什么恐怖片的剧情哎、欸？就烂邻居啊！但这个就是，我觉得也不是千年难得一遇，这就是大家都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这个问题最大的责任在谁？管理室，请问一下，管理室，你收管理费，你是这样子处理你的包裹的吗？你好会追本溯源，不是吗？这件事情其实骂那个邻居也就算了，你还要下去骂管理室。对、啊，管理员，他本来想跟管理员理论，然后管理员推给那个住户，所以我就觉得他们有点互推比丘。可是管理员推给那个住户，可是包裹是谁给住户的呢？哇，是你。对，因为我觉得我们管理员就人蛮好的，但我觉得他真的很细心，就是每一件包裹他都会很像超商店员一样撕一个标签写几号几楼这样。本来就要这样啊，我们的包裹也会写啊。哦，那很赞。所以导致我跟你说那个纸箱，因为我们社区是要做资源回收分类的、然后因为我老公都会好好分类，然后老公有一次下去楼下在分类纸箱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刚好遇到那个资源回收公司的人来清纸箱，然后看到我老公在那边分类纸箱，他就叹了一口气，就说：“哎，你们这个社区如果多一点你们这种住户，该有多好啊！”然后转头他就在整理，他说：“你看这个四楼之八，这个五楼之……哎，他们真的是不要脸，因为他们的纸箱上面都写着他们是哪一户，他们还是可以大大乱丢。因为我们就是有时候真的偶尔会想说赶时间，可是我忘记拆纸箱，我要不要不拆？可是我就会觉得上面写着我家的地址，都不行、啊。对，因为即便你把那都撕掉，可是上面就是会写着，假设你是什么十楼之五。”这上面就是他用奇异笔写、哦，所以你不可能拿错包裹，因为每个包裹，我们社区所有包裹全部都会写几楼自己，几楼自己，几楼自己。上一集忘了跟你们分享，就是因为我毕竟住在这个青浦很新的大楼，对，刚交屋的大楼，哇，他们整个管理做的超科技，就我们的那个社区是有专属的 app， 然后那个 app 会跳通知。哦、就是有包裹来了，对，噔噔噔，几楼之几，然后今日有五。个包裹这样子，然后点进去后是每一个包裹的照片，还要拍照存档、
就是对，第一个包裹是什么样，多大，这样长什么样子，然后第二个包裹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样超级清楚哎、欸。然后我老公就天天收到那个讯息说，哎、欸，我们又有包裹了，哦，今天有三个包裹，哦，今天的包裹很大，我可能要下去推车什么的。哇，那就是比较you know花钱新的方法、啊，对，比较大的物业公司，对啦，物业公司也有认真做，然后好高级哦。对，然后这也算是因为新的建案还是什么的，哇，我真的吓到哎、欸，我想说哇、哦，好方便哦、啊。因为我最近在看房子，然后我那天去看一个社区。他们的信箱是你过去，然后你要扫、哦，我们家也是啊，也是啊，你要扫、啊、扫我们家，而且我们家刷你家的磁扣、okay ，你的信箱才会打开。而且我们那个社区高级到一个磁扣开所有门，包括我家的门，哇，就是磁扣从开大楼的门，然后地下室的门，然后所有进去的门、电梯的门，然后到我 家的门，连我家大门都是同一个磁扣，反正都设定好了。我跟你讲，那要演电影，哈，那我一定会换锁。你闭一下整排那个信，就是整排信箱会你家那个打开出来。就很像那个虾皮电到店，自取电到店。哎、欸，那我推荐大家一个东西，我老公发现的，这样虾皮上就有这个服务，还是淘宝其中一个，大家自己搜寻。反正就是呢，磁扣它有一些公司，就是你把你的磁扣寄过去，它会帮你把你的磁扣变成贴纸。我的手机现在后面就有放，因为磁扣是一颗嘛，可是它会把你的磁扣变成一个薄薄的贴纸，然后你只要把那个贴纸放在手机后面，或是贴在你的任何地方，贴纸就是磁扣。哦，所以我现在上电梯什么什么全部都这样逼逼逼，因为我最容易忘记带磁扣啊。我们家的电梯是一定要用磁扣才能够动，连下去一楼都要磁扣，所以就会变成我只要没带磁扣，我连一楼都去不了。好方便哦！这个服务就是只要你有磁扣，他们那个公司就你们就上网搜寻什么磁扣贴纸之类，应该就有了。好方便、哦，是老公发现的，然后超方便。那他隐私权要做得很好哎、欸，因为其实我们部分等于就是啊 ，actually 你要这样讲，你磁扣也会送去给人家。拷贝、啊，你说要复制，其实磁扣复制也是啊，所以我才说，如果我住到这种社区，我还是会换成我自己的那个，因为我家是指纹锁，所以就也没带磁扣，我只要有带手就可以。好高级哦，很高级，我吓到哎、欸！我觉得现在有一些科技很可以用，有些科技很赞。好，然后再来呢，我们还有下一类哦，我们好会延伸，拿错包裹，我们可以聊到这里。就想说跟大家分享，就高科技社区真的很高科技耶，而且你就不用插钥匙，因为信箱钥匙很常插不进去，因为会插反，然后就会不最后就不锁信箱，然后就很怕东西被偷。不行不行不行，好，然后再来还有下一个是简单分类，就是真的很衰这个分类，就例如说有一个人他投稿说他要载朋友回家的时候，结果钥匙手滑，不小心掉到不到拳头大小的水沟洞。我也发生过这件事，那你怎么办？我要骑机车，我的钥匙掉到水沟盖进去。我怎么觉得我好像有发生过类似？可是应该不是那种就是可以把水沟盖打开的那种，没有，就掉到两个圆形水泥水沟盖、啊。对啊，那怎么剪？你有剪吗？我可能就剪不到，他就再剪了。我为什么会念这个投稿？他要剪，因为他后续呢，他说：“我跟你说，还好那个上面有铁做的吊饰，他用磁铁绑在衣架上去把他的钥匙吸出来。”哇，我真的是。也是透过这集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自救的 DIY 小方法。衣架哪里来？可能临时去买，去生活百货，所以回家，那大家就要去买磁铁。对，会不会他最后吸上来，然后掉了一串一堆钥匙上来？所以他就说，他觉得就是钥匙跟手机可能都有一个铁做的吊饰，对你来讲可能比较好，就是可以用钥匙本身就是铁啊。哎，钥匙本身就是铁哈。对啦，只是如果、啊、但是就多一个方法，对，会有更多的。因为我本来是想说，如果有一些人是掉到水沟盖， okay. 有些人会硬把它拔开去拿。我跟你一起也发生过一件千年难得一遇事啊，是在我们有一天我忘记要看什么东西的首播，它是电视首播，所以就是你一定要那个时间点回家吗？我们两个就想说，我们先去景美夜市买个晚餐，就立刻回家看首播。Hey. 然后我们两个到景美夜市买好晚餐，我直接不知道为什么就直接把我的钥匙丢进后那个车厢，然后就盖起来，盖起来。我真是要气死！哎，那你知道怎么样吗？这样，我们汽车回家，因为我们未来要看首播，我们先坐公车回家，看完以后，我们才回景美夜市。我刚刚请锁匠把机车钥匙拿出来。我刚刚就想说这个后续什么？这个后续居然是这样，好我们的 style， 没错，应该是大二之类的事情。哎，我跟你讲，我大学的时候也是眼睁睁看着我的钥匙在后车厢里，我就把那个盖起来，而且我上一秒他说啊，我的钥匙，啪！对，我也是，因为习惯动作啊。我们到底在干嘛？可是我把手伸进去拿出来、欸。你知道，因为我刚好我的后车厢有点坏掉，然后加上它非常满，就是真的很满，然后我的钥匙在很上面，很上面，就是缝缝摸得到它，然后我手指就偏还蛮细的，这样我就这样伸进去很痛，你知道吗？但是我想说，我不要请锁匠，我不要请锁匠，我不要请锁匠，因为请锁匠350哦。
那我就想，然后 就把它扯出来耶，我也觉得我蛮厉害，你很厉害。我只能说我没办法，因为那台车当时是新车，老车厢盖得很紧。幸好现在可能不管是电动车或是改良，都可以透过一些别的方式打开，没错，就比较不会出这些 trouble。汽车组的大家们，我跟你说，你知道有些什么钥匙啊、磁扣啊什么，我都希望说可不可以有一天全部都变成用什么瞳孔啊或者是指纹。只有这个东西我不会忘记。对，然后下一个呢，跟大家分享，这个人也是经历蛮奇妙的。他说他准备了一年的高普考，结果呢，考试当天前往考场的路上呢，他应该是坐客运之类的，高速公路遇到连环车祸，四线道全部塞住。他说呢，后来司机就熄火了，他就问他们说，那你们要不要用走的，在高速公路上？对，因为所有车都停下来了啦、是阴湿路、或是小时代世界末日，对对对，小时代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没错，他们很酷耶，很酷，就是而且违法耶，但一定只能用走的啦、如果真的很急的话下不去啊，没错，所以他就跟几个阿姨就是一起走下去这样子。然后幸好因为司机说那边离林口交流道很近了、所以他是问他们说你们可以走交流道走下交流道，然后他们走到那边的时候就发现刚好有车要回转下去，然后就顺便载他一程这样子。哦，那也算幸运啦，对啊、也算千年难得一遇的千年难得一遇这整件事。最后呢，他就是下去之后他赶快再拦了计程车，然后到考场。他到的时候呢，第一堂课已经在发考卷了、他还是有进去考，而且励志的是他考上了，哇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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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能说这前面发生的这么 drama 的事，他朋友还开玩笑说你可能岁运都在前面发生了，没错，天要降大任啊，没错，天降大任。因为我跟你说以前呢，但这也不算什么千年难得遇，就是南投呢有一个客运叫做总达，他很可怕，怎么表情感觉要骂人，就是全南投人都知道他很可怕，可是你也没办法、因为他就垄断了那里的事业，你就是得搭他。然后之前有一次我们的老师就迟到上课，迟，因为老师住台中，然后他来南投上课，然后老师一上课就说，各位同学对不起，老师今天上课迟到，但是因为我搭的那台总达起火，就是车开一开后面砰就烧起来，然后他们就全部在那个快速道路，就中投公路上，全部在那快速道路上，司机就他们全部下车，然后他们就站在路旁，然后司机在那边拿灭火器灭火，然后他们就很无奈，然后最后是他们再派另外一台车到快速道路去接他们，因为他们一讲完，我们那天中午那个吃午餐的时候，新闻就是快速道路上客运起火，好笑。可是学生当下一定觉得赚到，老师比较晚来、没有，老师比较晚来，我们就先发考卷啊、老师当然会打电话说、小老师你先把考卷发就让大家写，老师晚一点就到啊，没有那么轻松的事，没有那么轻松的事，只是我们大家中午一看到那新闻全班集体笑出来。好，然后我们再来呢，还有一个分类，就是这个还剩下两个分类，那倒数第二个分类是我把它分成真的好尴尬嘞，就是他有一天朋友就跟他聊天，然后因为他说他朋友常常男友就是朋友的男友常常消失一两天这样子，然后他就聊一聊就开玩笑说、你会不会是小三啊，结果一语成谶，他从此被朋友讨厌死。他就是小三哦，你说那个、你说乌鸦嘴的人被讨厌，乌鸦嘴到不行、他真的就是小三，我那就不挺有经验啊，啊，就被小三有什么办法，被小三又不是你的错，对啊，被小三也不是故意的啊，对啊，但被讲中就觉得好惨，老公也被小三过啊。你们老公也是也是跟你一样的状况啊，就有一天被正宫蜜啊。好惨哦。好，我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这种事，因为有些人也会投稿一些关于感情的事啦，那我只能说就是的确遇到这件事也是算鸟事这样子、好，然后还有再来一个蛮尴尬的，就是这个人他投稿说他以前呢在美国的康乃狄克州念书，然后他周末常常会去波士顿或是纽约透透气，那有一次呢在波士顿看到一个同志夜店呢有内裤派对，他想说没参加过就鼓起勇去参加这个 party 齁，然后那时候呢他就跟朋友一起去嘛，那那个朋友就跟他说，那我介绍一个朋友给你认识，他们就已经进去就是穿好内裤的那个当下，到都穿内裤，结果一见面差点昏倒，居然是我的大学教授。而且我这学期还有修他的课，两个人只穿内裤面对面，超级尴尬的微笑还拥抱了一下啊。不过呢后来那堂课我拿了非常高分，只能说不知道算不算坏事。哦，所以没跟教没有跟教授发展，没有发展，没有啦，没有那个感觉，跟教授发展也不错，其实蛮 romantic， 蛮 romantic 啊。教授是不是要封他嘴，所以就给他很高分？给他高分。那跟你们说，我去日本全裸泡汤的时候，有一个人就一直看我，然后我就看回去，他就走过来说，我很喜欢听你的 podcast。我说谢谢。你还看回去？
你想说看他帅是不是？帅帅的，我只看他为什么要看我？对啊，就有人在看你，你会看回去啊 ？Naked， 谁也不吃亏，我们互相看光光。下次呢，如果你们在这种地方看了，我就不用跟我说了。真是尴尬啊，好久哦，这可是很，而且他应该会听到吧，因为他有听我们节目、啊、对耶，好久、哦、好了，但不怪你啦。哎，哇，他还是鼓起勇气耶，这太、啊、我觉得就别讲了耶，好尴尬。因为这个问题就跟以前我们在说看到长官，或因为我们在当兵的时候不是会特别要求看到长官一定要问好，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带兵的时候呢，我就在上厕所，然后有一个长官也走进来上厕所，然后还有一个替代受训一男也在上厕所，然后这时候我就想说啊，不要问好，不要问好。就那个一男就手在尿尿，然后头转过去，然后对着正掏出鸡鸡的长官说：“大队长好。”然后大队长就说：“尿你的尿。”太不会看场合了吧，真是鸟事呀！真的又是鸟事。所以如果在上厕所的时候遇到呢，尿尿顶多你就点头就好。但如果你们是 ing 的正在尿，你就是算了，尿你的尿，真的尿你的尿，太尴尬了。下一个还有也是尴尬特辑哈，但我只能说这件事真的很可怕。他说他疫情时间在家上班，然后他开线上会议的时候，就大家线上会议嘛，他想说他顺便用电脑版的 WhatsApp 大讲主管坏话，狂噼里啪啦打仗，结果忘记我正在分享我的荧幕画面。所有的讯息被看得一清二楚，瞎同事。我只能说这个故事蛮复杂，就一来很尴尬，二来他可能也是史上发生过最鸟的事吧。他就在说他在骂经理，然后结果是副理传讯说赶快把荧幕关起来。可是他怎么会在分享荧幕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件事啊？我也不确定为什么、哦、就是大家可能在看某个东西，但他却在同一个荧幕讲别人的坏话这样子。而且他说他后来就被经理视讯约谈这样，但他说自从发生这件事之后，他觉得从此以后人生好像没有什么包袱了，因为就是已经见过地狱不怕魔鬼、啊、不怕魔鬼。但我只能说，所以提醒大家，就是要做任何的抱怨之前呢，要小心小心，不只是有没有那个人就在附近，他可能会在荧幕上看到哦。没错。好，那我们再来呢，来分享一下最后一个类别。最后一个类别呢，我个人把它分为叫做以为是八点档编剧。例如说这个人遇到的鸟事呢，他说前任是疯子，我提分手，然后他就制造假车祸，隔天说他失忆了，说明明记得我们很相爱呀、啊，醒来我却离开他。不是这个要投稿疯子特辑吧？或者是感情一些恐怖情人，不会，对，千年难得一遇的男友啊，对，千年难得一遇的恐怖情人。因为我没想到恐怖情人用这招，那我就说，那后来你要怎么甩开他什么的？他说没有，后续呢，他还继续装他有绝症。叫各种朋友装亲戚打给我劝和，还找人假装是黑道大哥说我拍我裸照要跟我勒索，我不堪其扰，从台中逃到台北找家人躲了一个月，把手机号码换掉，全部社群封锁他，他后来自己找到下一个目标才放过我。啊，好可怕的人哦。我只能说幸好他就是没有受伤或什么的，但是我只能说大家可能要小心这种人哦。假车祸是指，我是没有问他假车祸的细节啦，但有可能还是只是骗他说他车祸车祸之类的细节、哦、就没有。但遇到这种人到底该怎么办？还是你也假装失忆，你就假装你撞到头就说啊，我失忆了。你是谁？哎、欸，我怎么会在这？你怎么在医院？我怎么在病房、欸、我不认识你啊，这是台北。 我不是南投人吗？我怎么会在台北？你说遇到疯子也要用疯子的方法回应。对啊，也有可能也是一招。好了，或者是去躲起来就可以了，就出去躲起来去报警。现在有跟骚法，尽量不要硬碰硬跑，不要、啊、不要硬碰硬、啊、可怕的事情。就是你就算要面对面，你也要像我这种就是比较装疯卖傻型的。对 对，我只能说千年难得一遇的恐怖，或者就一直哭说啊，那怎么会这样，那我赶快把你送去疗养院。我们赶快去送你去检查，带你去看医生，送你去检查。我们做核磁共振，我们什么都要做。你说反正他自己都挖的坑，他自己都跳进去。对，他自己挖的坑，你要演戏，那我们就跟你演到底。想说你失忆，好，我们陪你一步一步重建这个记忆。我帮你下单一堆补品，用你的卡刷的。现实生活投稿的故事都比那个八点档还精彩。因为下一个呢，也是他说呢，某天晚上呢，房东突然打电话来说，工作室不租我了。因为房东他说他的胸部长恶性肿瘤，然后他就想说他这边要让儿子就近住，然后就近照顾这样子。对话中还很低落的说他只求可以活下来、啊、看孙子长大什么的，然后就要他开始找房子，因为就是要提早退租这样子。他心里想说应该不会有人咒自己死吧，所以他就开始找房子。那最后呢顺利找到了，
然后就问房东说，那这样押金会还我吗？这样子，毕竟就是因为真的有状况嘛。他勉勉强强的说会，然后还说因为我是提早解约，所以怎么样的时候，他就直接问号，他就回他说，不是你叫我提早搬走的吗？不然我干嘛提早解约啊？嗯，没想到房东回说，没有啊，我没有说过。他说你某天晚上打电话说你生病长肿瘤啊？没有啊，怎么会？谁跟你说的啊？你怎么会知道？我怎么可能跟你讲这些啊？哎，那搬走也好，他是鬼房东。然后，而且重点，他讲等他说，好可怕哦，我吓到了。然后他就说，就你本人说的啊，我还有通话记录哎什么的，所以你到底有没有长恶性肿瘤？他就说没有。那就说哦，好吧，那你以后会长。啊，没有了。我跟你讲，如果以后遇到这种事情哦，请大家就有这种非正常，就是非走合约的话，你们要先把合约走完。就是跟他说、okay. 好，那我会提，那我会先找，那我可能几月几号钱什么的，然后你那个钱要先退给我，好不好？大家不要这么善良。然后是不是要传 line 或是传 line， 就是传个 line， 就是你这通电话讲完之后，你假设房东总讲这个，你传一大片 line， 什么谢谢你的照顾啊，然后听到这个噩耗，我也感到很遗憾，什么我希望，然后那我会赶快找房子，那也希望就是不要造成你的困扰，以退为进。Oh. 一定要，我跟你说，因为你们疯子遇多了就知道，我之前也是遇到一个大疯子，所以我就传一堆假关心的话给他，那堆全部都是证据，我要的就是他回应我 OK， 他只要回应我就表示他认同我说的那段话、那这个东西我就会截图下来，那些证据到现在都还封存在我的 Dropbox 里面呢、啊。我可是会存十年呢、啊，在那边就会告诉他。因为讲到房东，我突然想到我最近看到一个很好笑的笑话。他说小时候看珍珠美人鱼的时候，想说他们唱个歌就可以让敌人难受，怎么可能？直到前天房东遇到我，他说了一句：“下个月涨房租哦。”原来房东是珍珠美人鱼啊！讲完那句话我整个人都不好了，房东是曾租美人鱼。我只能说算我们这集就是分享一些千年难得遇的鸟事，还顺便算是给大家一些不同的 idea， 副标题是谐音梗。你这集的标题一定要下谐音梗。好长哦，这集怎么会这样子啊。我只能说希望就是所有遇到鸟事的人都可以顺利的度过，然后希望就是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因为有些鸟事就是有趣笑笑的，但就是有些真的很 heavy 的我就没有分享了。那我只能说希望大家就是平常在不管在路上骑车开车什么的都请注意安全，训练一下自己的反应力或什么之类的。没错，因为有时候鸟事真的会从天上掉下来，但快乐要自己去找。没错，是我又扣回了我们风铃人的主题 slogan 这样子。那以上就是这一节鸟事，那谢谢大家的投稿哦，下一集再见咯，拜拜拜拜。